这产品其实我是用了蛮长一段时间了，然后才决定要代言，因为现在就是还蛮多产品都会有一些不好的添加物。那我在试用了一整系列的产品之后呢，发现它可以让皮肤保湿，但是又不会有太多化学成分在里面。我觉得那对皮肤是对最自然、最健康的状态，所以就是用的还蛮安心的。以前就会了，因为我是过敏性肤质，所以有重金属或者是比较化学成分多一点的产品，都会让皮肤比较敏感。可是像出国拍戏，旧金山其实美国还蛮干的，那自己是怎么样帮让皮肤肤质不会比较这些厚问题？敷就是我只要就是不上妆的时刻，就是一层很厚的那个保养那个。像欧肤是有个产品，是它那个什么玻尿酸原液，然后就是整个厚敷在脸上，就厚敷到就是可能睡觉的时候，就是都会觉得好像脸上都一直有液体流下来，但是其实是保养品，因为现在怀孕了，所以对那个挑保养品的，其实它那个应该说内容，我成们应分。该对成分应该都会特别小心吧。还没怀孕前就蛮小心的，因为我过敏性肤质，那行，你想说那一次就是变拍戏是好差点跌倒对啊，因为在旧金山拍戏的那一阵子，其实还蛮赶的，就是那一阵子刚好就巧遇。旧金山通常都不太下雨，可是那一阵子几乎天天下雨。可是每一个场景呢，就是去都是要申请的。那可能这个地方没有拍到，我要等到下次再拍，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的申请。所以后来就是在拍的每一个地方，就是都拍得蛮赶、蛮紧张的。但又遇到天气不好，所以就是每一场戏就是很赶，就是如果有太阳，然后大家就会很紧张，说赶快太阳出来了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很怕就是稍微慢一点太阳就不见，然后就会奔跑，然后刚好在奔跑的途中，我的左脚踩到右脚，然后就往前飞出去，然后再四肢着地，然后再很完美的就是站起来，所以还好，没什么事。当下很紧，我们是刚被打关掉的。那就是反正他就是那时候就是会很担心，就是怎么样，然后就跟台湾的医生连线，然后医生也叫我观就在察这么个尴几尬。天，这样看看，然后后来没事就。一开始会，可是后来发现其实我还蛮行动自如的，所以就还好。所以老公听到那个消息有很紧张吗？他其实跟市面上所有的老公情绪都差不多。市面上。市面上老公知道大概就是那样子的情绪嘛，就是那样子啊。所以摔倒的时候，他有很紧张，要飞过去。摔倒我没有跟他讲，因为过来也是大概要飞个十几个小时，然后也是会让他担心，不如就不要说了。天哪，我好体贴哦！我想讲一讲，我才发现我是这么一个好女孩。那现在他知道了，那他有怪罪你说你怎么没有那时候跟他讲？可是知道之后也是没事了啦，就是也就还好，就是提醒你要小心一点这样。好像没有聊到这一块。特别现爱吃在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比较不哦，爱吃东西吗？好像都跟之前差不多，跟之前差别比较大，就是现在，像以前出席活动穿衣服，然后可能，穿得稍微性感一点，人家就会觉得哇，今天很性感。可是其实看到的是全部，但是今天看到的是冰山一角。对呀，我就觉得好幸运，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来报恩的，因为就是在让我在身材上面就是很看成岭侧成峰。
这没有很高，而且我昨天在家里就是来回走了十几趟，发现它很稳，就决定是它了。那小朋友预产期是九月嘛？对。处女座的小孩。其实我有朋友跟我说啊，以我散漫的个性啊，生个处女宝宝对我来讲是好的，他可以自己去泡奶照顾自己，我比较不需要就是。突然忘记，然后他就无法照顾自己，饿到自己这样子。可能有一天我醒过来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在喝奶啊？你怎么会泡奶啊？”然后可能小孩子可能就说：“等我自己泡，他可能就饿了吧，什么的。”所以现在身边朋友也很担心，会是一个天兵吗？大部分都是担心这一块，比担心我的身体多。就担心你肚子里的宝宝。应该说担心孩子吧。那所以接下来戏的那个宣传活动跟。接下来工作已经都排开了吗？已经有接的还是会继续，但是比较复杂或者是时间比较长的可能就先跳过，除非就是有人愿意就是找我拍戏，但是里面完全没有走位，从头到尾都坐着，而且只拍特写，这应该没有戏会愿意这样做，所以我想应该是不会接了吧，那现在已经有怀第一胎了，老公有说有预计要生几个吗？这个有点太长远哎，都没有讨论到这一点。因为他来得蛮突然的，所以我们两个都有点措手不及。所以性别知道了吗？还是刻意没有去测？没有特别去问。那母亲节有准备跟老公讨什么礼物吗？没有，开玩笑讲的啦，但是还没有想到。但是其实本身也赚很多，就自己买给自己就好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所以其实还好。那你说这算爸爸保佑？我觉得，因为爸爸是去年十月过世的嘛，然后之后就在拍戏期间，就是一切都还蛮顺利的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爸爸有在天上看着我这样。那现在有身孕，阿娇不是这个月好像会在 LA 结婚？其实那阵子有工作，所以也是还在看，不确定。会报吧？啊？会报吧？一定要啊，一定要。但是会不会去就不是很确定。好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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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